好吃，这个尤其拌米饭它软的，就适合那个啃不动美女的老人呢，是吧？大郎，大郎，你把这对，反正是那大郎，你把这喝了吧，等等我兄弟武松。三点钟就给我他妈的弄一碗这个。这是猪肉吧？这个猪肉贵，价值连城了，贵现在几十块钱一斤，对吧？没有，他应该到门口，他说这都可以到门口了。对呀、拍完了我就赶紧来。大郎，你先来。哎呦，这肥嘟嘟、肉嘟嘟，平常不敢吃，就是他家我敢吃，就是它软的，你看，他都拎不起来。但是我看大郎吃了没事儿，我再吃。嗯，就是好吃。那你看这小欧很快，小欧很快把你炒的，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吧？现在打个车都不会，我连他妈打车软件我都没有。现在，我就想现在不落后女人，不能加热，加热它要酸的。哦酸哦，加热酸。所以不能酸，不能加热了。咱不要这个糊，咱要一个红蓝糊，一个要红粉色。这个糊是给你装饰的，倒在这个里面喝，我们就要装饰一下。把我最近生活清淡，把我徒弟杀猪八戒给吃了。为什么他这么多事儿？就是他们还经常拍东西，所以你对你这个是有没事没事，我给你拿一个。这叫什么东西？对对，樱花醉。樱花醉的剂量够。樱花醉。再拿一个红色的。日本的呀、不，他们自己家酿的。哦，咱们都酒店自己酿的，就相信。我以为是太君那边过来的呢。这叫什么吗？这是一个。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酒壶吧，就是一个小酒壶，叫酒壶，就是个小酒壶，其实花瓶像啊，就是个小酒壶。那肉好吃吧？那个好吃，真好吃，嗯，真的好吃。吃的是大郎啊。你说我也不知道这个，因为到。